这夜啊，这夜两百米的霸主，中国两百米纪录的保持者，个人最好的成绩是20秒44，浙江人，现在还在大学读书。你现在是在浙江大学读书，浙大，浙大，哇，哇，哎，浙大美女多哎，对。浙大美女很多，对，他是这个乐天派，很喜欢跟队友唠嗑，平常喜欢跟你们唠些什么？天天，什么都可以说的，反正我们好像在聊天，他什么话题都能搭上，是然后他当他一搭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理他，因为他一说的话，这个话题就停不下来。爱跑步的人啊，通常身体就特别的棒，脂肪含量很少，肌肉结实。对，对我们导演说晚上到他们队台本的时候，看见他光着膀子在洗衣服导演就有意的不打扰，我们站在默默的在看，两个手攥得紧紧的干嘛干嘛干嘛呢？控制自己。他 F 四，对，最身材。你有几块腹肌？我比较少，我就6块。比较少，6块还比较少？对呀、啊。